生意资金要周转，靠谱就找杜小满。本节目由靠谱的杜小满冠名播出，本节目由零糖零脂零卡的元气森林气泡水特约赞助播出。五哈旅行团的新歌将会在48小时之后登陆各大音乐平台。没写啊，我没唱过。马迪、梁龙啊，我请来救驾的。Tomorrow is a good day, today is a good day。你看我们老师现在。哈哈哈哈哈！天霸，痛霸，唰！头疼，我要回好好写歌，我要出专辑。就算风风雨雨大一大路多，行不行？你不行，我给你示范一个，今天。你好乱、啊，那个颤音早着点儿。你 It's good day， 你不要一直晃来晃去，好不好？组长啊，原来腿都跟他们踢的。Perfect， 收工。收工，收工，收了，完美，完美，很好。Three, two, one, go。新客年化利率4.9%起，更有免费视频会员，五哈精彩不错过。本节目由零糖零脂零卡的元气森林气泡水特约赞助播出。哈哈哈哈！第3季4月28日起，每周五18点，会员抢先看48小时。3月4日起，每周6晚8点，会员专享五哈和他们的朋友精彩定期放送。上微博搜索哈哈哈，参与互动，赢惊喜福利。哇，采访一下北方的兄弟，看我，你看这三人，你看那没看过，没见过，像那个像你看这脖子伸的老长了，这三真没见过，真没见过。这住在上面吗？上面建那房子？住在上面，就住在上面，这家。所以他们外面那一层一层那圈的围栏全都是鱼，就是自己养的鲍鱼。啊，是不是住在上面也方便干活，也方便，然后也方便看着，嗯、对吧？对，也回，其实也有回来住的，但大部分就他们工作常年有的都在上面。嗯，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。啊，这两天到福建，大家也吃了，呵呵，也算请过客了啊。也说几个客，拍下来了好吗？好，今天要带大家去的是大黄鱼之乡宁德的三都澳。哇。三都澳是中国大黄鱼养殖核心区，全国80%的大黄鱼在这个地方。哇哦！记得这个大黄鱼晚上捞起来啊，就是金黄色的，对吧？白天没那么金黄，对，晚上金黄色的。为什么呢？不知道，晚上心情好，晚上才变。对，晚上心情变黄桃。今天大家去鱼排上吃现捞现做的大黄鱼，现捞现哇。良心发现，先捞上来做，太厉害了。他放咸菜啊，放点那个雪菜，酒哎，真的，葱蒜年糕，嗯，对吧？但没这么容易让你吃到啊。这是我相信绝对的。哥，赵哥笑了，笑了。每次说到这个的时候，都笑。刚准备吃鱼，一个发布会，啪！48小时之后，你们要上线个电影。啪！一个发布会，其实不是黄鱼，是飞鱼。来到了飞鱼之乡。飞鱼真黄鱼。你可别说了，大哥，太吓人了。到了吧？走。呜呼！耶！哦，这个闻到大海的味道了。海涛，
这个真是海涛。小孩啊，天天的。好，我们待会儿就上这个船啊，我们去鱼排吃大黄鱼啊。耶、yeah, ！只吃大黄鱼吗？还有更高级的，除了大黄鱼以外啊。我们在海上会玩一个特别刺激的东西啊，考虑你的体力、智力和协作能力啊。啥也没有，我这啥都没有。现在录了五天了，剩下个听力就已经很不错了。跟你说，因为考虑到大家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，我们找了两个年轻人跟大家一块玩啊。好，我们的老朋友陈毅，还有何远。欢迎陈毅，欢迎陈毅。好了好了。抱抱抱抱！哎呀，不是你不应该从第一个抱起吗？那个，哎呀，好久不见，哲远，哲远，哲远，欢迎哲远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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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哲远，哲远，感觉到力量了吗？哲远，水性怎么样？我还行，还行。嗯，展示。站到了一个最危险的位置，站中间。你想好啊，你想好，你想好，你想好，哎，你想好。我已经感受到了。上船吧，上船吧。好 ，Let's go go go。来吧，大哥大哥。呜呼！来吧，来吧，相约酒吧。来吧，来吧。黄月，啊啊啊！鱼排，养殖的那个，哇！你看，像一格一格的，就是属于养殖黄鱼的那种鱼排，是世界最大的黄鱼养殖地。走，哦吼，走喽！哇哇！五哈美食团由此进，好像他们今天有点良心发现啊！哇塞，啊、这黄鱼，我跟你讲，黄鱼这种，这是，哎呦，你看，我的天哪！哇哇塞！哇哇！哇这是黄鱼吗？黄鱼啊，这么大，有价也有，这么多，这到晚上就金黄色了，还真是尾巴都是黄色哈。那么多黄鱼，天哪！吃饭，好肥呀、啊！我天。哦，哦，在喂鱼呢，看到吗？哇，这，哇，这是喂啥好吃的了？这么高兴？这个它本身就是豆粕加鱼魂做的。哦，这不是，这不是黄鱼吧？不是，这个是鲈鱼。鲈鱼对吧？海鲈。哇，那怎么他们吃的这么带劲儿啊？哎，这种的鲈鱼它饲料就吃的比较凶猛。太凶猛了，大哥，鲁大哥。
拉皮啊，你看这种鲈，这种我们叫半野生的大黄鱼啊，黄鱼我们叫黄小姐，她吃的料吃的比较斯文。您就是这儿的老板吗？我是这个基地的负责人。负责人啊，怎么称呼？我姓宋，宋朝的宋啊。宋大哥，我们这里有人这个，有位朋友想煲糖啊，有没有这个业务？啊，那有啊，那你如果要有需要的话，我那直接跟宋大哥订就好了啊。我觉得包不包啊不重要，先搞，直接吃一下。哇，鱼苗哎！好，大家坐一下啊。好，这样子啊，给大家点了什么啊？稍微说一下啊，松鼠大黄鱼。黄鱼煮粉干，哎呦，黄鱼煮粉干，响油黄金鱼，发财黄鱼羹，酸菜黄花鱼，香煎黄鱼，哇，给大家点了这些黄鱼宴。节目组终于良心发现，但是先干个活。大家看到了这个，其实就是鼠鱼啊，鼠鱼是渔民的必须工作。嗯啊，鼠，为什么呢？这黄鱼苗进来之后，我得数有多少条。哦，鼠鱼啊。他这个属于工种啊，就是有属于的人。你真的找错，我们是吃鱼的人呢。现在两人一组，嗯，哪一组数到1000条，嗯，就可以去旁边吃饭。1000条，完了吧？一千条。你们要商量一下分组吧，就这么来吧，就这么来吧。商量啥了，都自动分配了。那我觉得我们这队可能要输。为啥？你算数这个就是，你现在能看清楚吗？这个换人。我数花生米是很厉害。好吧。你干嘛呢？干嘛了？声音那么大，知道这是哪里吧？知道我是哪里人吗？小心一点，我告诉你。喵！好好的，好不好？现在开始啊，早数完早吃饭，快点。咱俩自己记自己的。啊，来来。24680。24670。28 65 56 56 53 16 53 16 69 69 81，咱俩加起来，嗯，24 24 24 24 22。超哥刚才我说24，超哥他要摇，超哥说24，就没动了。你还摇吗？28了，30啊，30，我刚弄了2条，56，不对吧？应该是48是吧？应该是48，脑子不好用。多少？没记得，忘了，搞忘了。你知道什么叫什么样的队友吗？记得。我来学习一下。86 86。85。85。哥，有这功夫数数自己的不行吗？九十七。胡说了，他开始在我们这胡说。看啥？对，咱俩分工啊。对，我来学习一下，交流一下，行吗？等一下，不是，他们好做特效。1 1 2。我刚数多少来着？
完了。八十九，好像是八十九。破坏的有点早，等到九八八百多的时候。谁八百多了？嗯，我们呀。多少了？多少了？你大什么话啊？你刚才？哎，三四二百多少了？什么？一本八十五。五百。五百了，他们都谁五？多少了？我没告诉你。多少了？现在七六还是五？哦。陈毅，哎，你知道应该怎么做吗？嗯，我们拿手机拍张照，在照片里数，它就不动了。哎，对呀、啊。二四六八十，二四六八十，十二十四十六，二四六八十，二，二四六八十，十二十四十六，二四六八十，二。但还有重叠的，我看不出来呀、啊、这。二，二三，二四，二啥呀？为了黄鱼拼了！七十五，大哥拼了！喊什么喊呀？别喊！为了黄鱼，大哥，你疯了！来我，为了黄鱼，拼了！四十四一四二四三五六七八九四三。四四四五四六，啊，九八九嘛，八十一，三哥，十一，五六四，一百七，七，一百九了，四五十一吧，五十，知道，懵了，九十二，六十，我数一百个了，二四零七。这现在是五百，我们复合五百，我们复合一次五百，我们复合五百，还要脸盆拿一个过来，啊，还要再拿个脸盆，啊，要点重新点过去吧，啊，来来，这个正常要用那个碗，这鱼苗是不会积三的这样子，啊，九十一，一百九十一，啊，是吧？这边五百了，五百了，啊，这边五百了，耶。先给他弄过去。我们紧追不舍啊，紧追不舍，来，五百，一百，我的一百，啊，一百，一百，两百，我这又来一百，啊，那我们这一百，你数好了，数好，那我们多少条了？八百了，你们两组是并列领先的，二十八加六，零七，那我放这边了，一百。来，我们还剩一百了啊！五八六十，六十，这种状态，最后一百，耶！真的做每一件事儿真的都不容易，真的，连属鱼都属于一件非常难的事。属鱼一件非常难的事情。对，真的。黄鱼。上菜吧，一会儿炸了。我们得赶紧上，要不然显得我们赢了。我们先去捞鱼，赢的去捞鱼。那我们就应该到第二组或者第三组赢的人。赢的去捞鱼。第一组。捞大黄鱼，我又啥鱼做？是不是？你们捞一个。捞条巨大的。别掉下去，放了少一个，互相捞。
这网够大吗？好好干啊，后面喂一下。后悔了，第一个赢的要下来捞鱼。啊，这是任务。对的，倒进去就行了，你给他。够了够了，你给他倒进去就行了。走吧走吧，走了，吃大黄鱼。行，超哥，我们先加油，我们去捞鱼去了，晚上见。这是黄鱼吗？会说话，他在骂人哎，会咕咕啊，翅膀上长长啊，听见没？听见没？哎，我他为什么会说话啊？鱼就是这样的，鱼有咕的声音。所以我说那句你听懂了？换一个，到哪儿？到海边吧。你放了一条，不是要拍照吗？哥，你不是要到海边拍照吗？等一下，刚才发生的事情像……刚才在屋里很安全，你说要出来拍照，怎么那么蠢呢？刚才发生……知道。45。孩子们，你们有多少人啊？捞疯了。但其实我是有意而为之的，我们父子俩很久没有这样在一起了，是吧？我在数啊，七十。不用了，200。Everybody， 动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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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可以。对，他手松下去了。对了吧？对。可以，超哥，走了。行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不行，我必须再搞一下。嗨起来，朋友们！黄鱼，哇啦啦啦啦！在哪里啊？后厨。千万别坐陈鹤边上，臭死了。好臭啊，全是鱼腥味，好臭啊！我现在我很臭啊，现在但你很帅，鱼王、啊、哇好腥啊，你好腥啊，好臭好臭，臭得不得了。你可以自己再单开一桌吗？不行啊。哎呀哟，哎呦，师傅来了，师傅来了！哇哦，哇哦！大黄鱼煮粉干，哇，香啊！大黄鱼煮粉干，对，我喜欢这个。哇塞，这个鱼汤，鲜，清蒸大黄鱼，哇，看这鱼是每一秒钟灵魂都在消失。外面包了一层，嗯，这鱼太好吃了，太嫩了，真的很棒。对，咬点那个汁，那样好吃。嗯，我感受到了温暖，真的。哎，照顾一个自己家里没有脑子的弟弟。哈哈哈哈哈。发菜煮凡一根。
发菜黄鱼羹。哇，哎，发菜是不是就是那海里的那个？对对对对，海里红色、哦、像海草一样，海草的那个，特细的那种，像面一样。嗯，哎呀，不错啊，挺味儿。要是咬着下面的这个，来给你来这个黄鱼，就怕它太鲜了。这个也很棒。啊谢谢。你刚才没尝到。哦，这个好喝，这本来有点酸啊。哇、哦，松鼠黄鱼真没吃过，都吃鲑鱼。嗯。嗯。巨好吃，嗯，真甜。这真的在福建录制，哎，想少吃点东西真难。咱们还有喝的吗？最好是气泡水。那肯定有啊，嗯、正好我们有那个元气森林。给我们拿两瓶呗。哎，现在你等一下再开，因为它气儿太足了。OK OK， 它是零糖、零脂、零卡，好喝不胖。升级之后啊，气儿更足、更畅快，跟我们大蒜更配了，而且还解腻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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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杯！哇，好好吃！吃好了，咱们得运动一下吧。完全运动啊！我懂你们的套路。这个是这样的啊，我们到了这里，不到鱼排上玩一玩是不对的，留一点、啊、留一点念想，你下次能来，下次来不了了啊。是不是有点可怕？你说的他有点生气了，过分、啊。明天自己来一趟，要自己来。住在下面，我们过来看你的。自身力。我们玩一个特别好玩的，叫做猫鼠游戏。OK， 我们分成两队，啊。好的。猫和老鼠各四人，每局40分钟。鼠提前10分钟坐船出发，可以要求船把你在任何地方放下。放下之后继续移动，就没有我们给你提供的船了。猫是有一艘船始终跟着你们的，老鼠身上有 GPS， 然后跟着 GPS 去抓老鼠。哎，你也挺无聊的，搞猫鼠还搞什么 GPS 啊？让猫真正的来抓我们。我怎么就变鼠了？是啊，你自己就给自己定了。每隔10分钟看一次 GPS。老鼠如果在40分钟之内全部被扎骨归案，则游戏结束。如果超过40分钟，猫还没有抓到老鼠，就是老鼠获胜。这个抓的概念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对我们有它的贴纸，在它身上贴上，就算抓到了。哦，愿意做鼠的请举手，先。好，自动分出来了，不用分了。哎呦，刚好4-4。大家饭也吃完了啊，晚上要吃黄金豹的啊，现在就开始玩猫鼠游戏。来，传球就是一把。我就看这位井怎么穿进去。我这里面这个衣服好像有点，我连能摸都摸不到。帮忙呀！你又不是猫头，你在这可以使蛮力吗？你看看像什么样子？我想问一个，他能扶起来吗？这个确保你能抓住谁？我掉水里会影响我自己有自救的。给，你知道你现在给什么？给你去打，给你打最大，最大也扣不上。给了我更尴尬，好不好？别给我，弄上。我的天哪，你来，你到那转个身，转个身，防弹猫，这能抓人？这是绿巨人发到一半儿，发到一半，别说话了，还要再带个东西，累呀。给他套上，把我手从这两边。
要不你就戴到这儿，戴到脖子上蛮好的。蓝项链，快点儿，进骨头。你要抓住谁？我想说，我要抓谁？我已经被抓住了。好，海上浮沉猫鼠游戏啊，现在开始，组队提前十分钟出发啊。哦，好，来来来来，数数队数队，来来，三二三 ，slogan 是什么？slogan 就快跑快跑，数数数，我数必胜，数必胜，好像不够押韵，数数数必胜。数数数必胜是想半天想出这么个玩意儿。你看你看那个猫猫猫，你看啊，胖猫矮猫醉猫我黑猫各位各位叫什么鼠、啊、我叫霹雳鼠飞天鼠。哎，自己你现在是我在给你们起名，你有什么资格？仓鼠、老鼠、老鼠，这个红色红绿龙猫，Dragon Cat， 鼠跟我走啊，鼠跟他走啊，啊走。哦哦，看看他们走哪里去、啊？快跑，快跑！一只蓝猫有啥可怕？壮鼠男把猫打翻。好，我们已经倒计时了啊，有点刺激。喵！他们能看见我们的船？快走，快上！咱们走，咱们走，咱们快点走！快快快 ！Let's go, let's go。好 ，Let's go， 还是蛮刺激的哈、啊。对，哎，停跑！站住！这是他们吗？站住！停跑！跑得还挺远。真得看看往哪个方向走，要不范围太大了。拐过去了吧？是不是？是不是那艘是他们？盯住了吗？下来，哎，在骑那儿，下面，下船了，没下船，还在往，啊，还在往远开，找不到他们的船了，已经消失了，他们那个船，快快快，咱们还可以稍微快一点。很久没有这么刺激了，他用四十分钟，说白了，四个方向，对，他一个堆一个抓不上，他要贴的，必须得散开，一个一个下，最远的方向撂一个队友下去。那我们得先沿途放嘛，是吧？觉得这种孤筏上也挺牛的。不是那个好找，那个上机的跑都没得跑。GPS 一看，对。那这个岛上可以。来来来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撤了，哥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冷静啊，兄弟！
一览无遗啊。超市到了，超市。超市到了，我去，拜拜。你好，这个不错哎。等于说你平时生活也在这个上面？没错。叔叔，你这里哪里可以坐一坐啊？或者所谓隐蔽一点就这个是吧？过来进来。 OK。往那边走，就对，对面那边。加油，小飞鼠！好。哎，大哥你好，来这边玩一下，有别人会来抓我们，我们是躲起来的，所以我打算就在您这儿藏一下，您看哪儿藏着会比较好一点？藏了，哪个地方藏了？我们能随便走一走吗？在这里可以 啊，可以哈，好嘞。哇，可以。哎，没有没有，你好，有人在啊。哇靠，这太小了。看一下，那我也可以进去。啊，机舱啊。哎，这个太透了。看这个里面了。哎，这可以。啊，这里面看不见了。哇，这个位置绝了，我这个位置绝了。对，能跑得动，能躲得住的。这样，帮我找一个一直在水上走的。让我们出猫吧，可以出发了吧？不要浪费时间，快走！三二一，开始！无间烤老鼠，区区小鼠，何足挂齿？何足挂齿？先让你们看看我们四猫是怎么把这福建四个烤老鼠给抓上来的。我们先去一个大方向，到那儿再分头行动。出发了？别呀、啊！先躲一下。快走，快！我要移动了。你要去哪里？我把你送过去。真的、哦？谢谢大哥，谢了。哇，我们这艘船看着好帅气，猫之船，谢谢大哥。你们刚刚也看到了，三都澳渔业的发展那是非常红火。想要吃到黄金鲍，还是小满最可靠。靠谱的杜小满为抓捕队提供了助力装备，让你们在抓捕的路上扬帆起航。耶！哇，我很像哦。这叫啥啊？大神功！谢谢杜小满，还是杜小满靠谱。杜小满靠谱，嗯，归你了，靠谱。还有四个币啊，出示一次币就可以看一次导航，一分钟啊。就拿一个 ，OK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看了，看定位。哦，分开了是吧？分开了。先抓最近的。前面是陈哲远，就在前面啊，还有一公里。陈哲远，
前走，还有四百米。是右前方吗，美明？就在前面啊，还有一百米，一百米就在这个范围啊。把贴纸都拿在手里。哎，那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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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，右边。哎，没有啊，没有人在那儿啊。在哪儿？到底？那边，那边，那边，右边，右边。看见了，看见了，那个，看见右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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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晚上他还在床上待着呢。完了，他们要过来了。咱们走，咱们走，咱们快点走。老鼠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冲啊，师傅，冲！他还跑了。老鼠，老鼠，你已经被包围了。稍等一下啊，我放一首歌。嗯，谁等你一下呀？我就不信，我在船上你们能抓到我？你以为我真抓不到你吗？肥猫要跳了，肥猫要跳过去了！哇哇！我不信，你敢跳过来？你敢跳过来？哇哇哇！咱们走，咱们走，咱们快点走。好 ，Let's go。师傅，他给你多少？我们给双倍的。师傅，回来。师傅，我们这有，你听过野狼第一次头吗？你说这有啥用啊？师傅吓跑了，马上开得更快了。截他呀！帅，哇帅，哇，跟拍电影啊！哇哇哇哇，爽啊！呜，漂移啊，牛啊！四艘船在追我们。师傅，麻烦您停一下。师傅，停一下，师傅。哦哦哦哦！哇哇哇！这个过瘾了哈，这个。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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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慢点。安全第一，还是安全第一。这就在赶紧跑。咱们走，咱们走，咱们快点走。现在是船的最快的速度，那咱们还可以稍微快一点。哎，好好招，师傅想要拦截他，拦截掉，把他拦截掉。路可砸了，哦，他们想抄近路。包抄是吗？耶耶！慢点，好像师傅，你是我们这队里的猫王，真的是军师。好，下下下下，像我追一个这样的小年轻有点难吧？这在鱼排上很吓人，哈哈。我可以去堵他。师傅，去那儿接我。那个老六上他船，我上，我上，我上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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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能陷入坏人的陷阱啊！他是坏蛋。这个船是可以载我一下吗？这个船，去远一点的地方，只要离开这儿就行。陈志远，你哎，啊不唱了不唱了不唱了，我不唱了，没事没事，不唱。哎，等会儿别跑！哎，陈志远，真的，你让我贴住，比让他们贴住好，真的。站一站，咱俩聊一下，没有必要非要抓我。
不用了，不用了，装二了，装二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霹雳鼠，再见。再见，霹雳鼠，加油，我们会记住你的。阔哥，这个船现在是分队，咱们可以分两条船。太好了，师傅，咱绕着兜一圈。嗯，谢谢啊，辛苦啊。他们都跑老远了，看都看不着。我们要不要看下定位啊？现在看定位。好，分钟，看一分钟啊。哎，超哥那么远，他一直在船上不下来。师傅你好，挺喜欢你的。谢谢谢谢。我现在遇到一个难处啊，我们在拍那个一个综艺叫五哈猫鼠游戏，我觉得现在他们肯定过来了，你带我上船先转移。我们上了船，我们再想去哪。怎么称呼？小宝。小宝。对。那我今天有小宝在，他能抓住我，我跟猫姓。嘿。今天我就是鼠来宝。海上小宝，鼠来宝，自由。哇呼！怎么抓？他们怎么抓？这怎么找地方啊？他在动是吗？他跑得好远呢，他咋那么能跑呢？这只老耗子太能跑了。好玩吗？小宝多大？我22。22，好年轻啊！现在怎么这么多海鸥啊？现在就是这样吧，现在的时候啊，有海鸥啊。下半年就没有了。他们可能觉得我们跑太远了。我来给猫打个电话。小宝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气一下他们，我让他们来追我。很差，很差呀！来呀！来了，超哥，我来了！快来呀，小猫咪！在你后面。小猫咪，你快都看一看，我就在你身后。就这个船，就这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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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船！哎，哎哎，就剩我一个人啊！你逮着就好了啊！你导演你躲什么躲呀，你导演你躲什么躲呀，我以为超哥呢，白兴奋了。你很差，真的很差。哦，他们都在海上，这谁能知道在哪儿。哎，等会儿救人，范老师就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。那个我们去那儿，我们去那儿，我们去那儿，就是拍摄那儿。 Hello，我们离开这个地方。哎，葫芦可拿了，拿着贴纸直接跳上去。你们先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别，他自投罗网了吧？自投罗网啊！跑着过来投诚了。那个大哥，别，你们别靠上来，我故意过来的。是那个，这个大哥有点不开心了。生气了，他一说你不要在这里拍。啥呀这是？没看懂啊？如果是演的话，范老师演技可以封神了。啊，就他说把鱼惊到了。那你来嘛，你过来。来吧，你来抓吧。你不是，那你不是，你来抓吧。我只不过跟你说一下，等会你别往这跑，你有本事就来抓嘛。你不是为了保护大自然吗？
让大哥给你再对暗号，希望你识相一点，知道吧？兄弟，能不能带我一下？谢谢，谢啊。去救小卖部。哎，这几个懒猫。啥呀这是？第一季不是来过吗？也不是不知道路数。一会儿见，范老师。你还跟他打招呼？他都玩 bug。换一个人抓，我们换一个人抓。我要看 GPS。只能看一分钟时间。好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哥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你看，这是，对，在前面，就在前面冲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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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，慢点。这儿，这上这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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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上这儿，就这儿，这这这，152。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如果主动出来的话，可以死得没有那么惨。这个伤口有没有诱惑力啊？啊，想必是陆哥吧。大哥，最近家里来客人了吗？哎呀，啊，没有。这么多机器在这儿，你跟我说没有？这么多机器在这儿，你跟我说没有？哎，大姐你好，我能看一眼吗？进去溜达溜达才。方便吗？方便吗？谢谢谢谢。很惨呀，陆哥，堵到死角啊！陆哥，进被窝了，这进被窝了。嗯，哈哈，陆哥，嗯，陆哥。现在显得我很丢脸啊，怎么没有人啊？他藏箱子里了。当年我说过了。两哥，两哥，需要帮忙吗？上上上，包围。这么多机器在这儿，我说大哥家里来客人了吗？他说没有。大哥，大哥是哪位啊？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给添麻烦了，大哥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大哥，你真的不会骗人的。哎呀，啊，这没人。没人。没人，这里没人，没人。那你们搜一下，我刚才房间我搜过了。这个房间你搜过了吗？哎，那是个人吗？那好像是个人啊。哪有人？这里头有个人呢，下面。啊！陈毅，小鹿，你太会躲了吧？啊、贴上他啊！这为什么？什么为什么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束手就擒。我。好累啊！你躲了多久啊？躲了好久啊！陆哥，束手就擒。大哥，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我现在有点晕。谢谢，没事没事、啊。你们才得俩。啊，这俩不，这游戏有很大的 bug， 想不被抓到难找，想不被抓到太容易了。OK， 到了，输了。哥，好差劲啊！好差啊，好差啊，真的好差、啊、你都对不起你的妆化，你好差，对不起你的妆化，你不要在这说大话好吧。陈毅好差啊。是三只蠢猫啊，啊，三只蠢猫，你怎么要发表点什么感言吗？哎，
太气人了，他一直在嘲笑我们三只蠢猫。他们不知道我有鼠来宝，我们有小宝。有了小宝，我今天就拥有了一切，我就是鼠 king， 鼠 king。我们往回走啊，我们继续再去分老鼠和猫，一会儿见，一会儿见。小宝，无敌了，游戏结束了。我觉得鼠辈们很厉害，一只懒猫有啥可怕，壮鼠胆把猫打翻，乘风破浪啊，回来了。咱们俩喝杯茶聊聊。哦，你就都住在这上面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哎，这挺酷的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，比如说扩店啊？啊，有想有考虑扩大店铺。有困难吗？有困难。有困难，我跟你说，资金有困难是吧？资金方面。我推荐你一个，现在有个叫杜小满的，你知道吗？杜小满的。他在做，比如说你投资啊，包括一些你比如说扩店想要用的一些资金上面，他可以周转。杜小满。真的靠谱，你不相信试试。我原来有几个朋友也做过这个。到了东北，必须带大家尝一尝烧烤界的天花板。好久不见呀，王老板。王冕回来了。老板，你这店面五年如一日，早就想装修一下了，可就是……老板，明天是不是得罢工？不罢，我去五哈节目组扫地了啊！大可不必，我跟你说，那五哈节目组比我还抠呢。等我还两个，要不问朋友借点儿？算了，张不开口。小王啊，下次的房租啊，别忘了。处处用钱，太难了。别慌，给你介绍一个靠谱的朋友，日常进货，店里交租，给员工发工资，垫付货款，就找杜小满。下次再来啊。杜小满到账190次元。你看。资金周转，生意收款，都能用杜小满。